国道三号大岭眉山交流道，右转接162线道，沿途有指标往太平方向。眉山，一个跨越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嘉义乡镇，印象中这是产梅子的地方。踏上162甲线道，吃一口微酸的梅子，会接续的逐步升高，做足准备。据说眉山市区自古以来遍植梅树，有梅仔坑之名。油价162甲线道往太平地区，离开眉山市区街道后，公路渐渐开始蜿蜒爬升，沿途槟榔树、鹅眼树夹杂生长。从山脚到山头，应有着36个发夹弯，因此称为太平36弯。弯道处的数字编号，从一开始到36，数到36就抵达太平云梯风景区。每过一弯，便升高一点，离云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在爬升的过程，每一转弯就会见到不同风光，槟榔树、龙眼树、竹林、茶园，最后开阔视野，看见眉山丘陵、云家平原。过了第36弯后，来到太平村，映入眼帘的应是横跨云端的天桥太平云梯。但是我们身在云中，云深不知处，太平云梯也在云雾中，自然不见其踪影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太平村海拔飙高1000公尺。我们先准备找停车位，游客其实很多，所有的私人停车位都没有车位了。太平云梯游客中心的停车位很多，但也是需要排队候位。太平云梯游客中心的停车位每小时50元，私人的停车场实际是收费好像是100元。游客中心的停车位比较多，且有进有出，所以我们还是停游客中心的停车位。两者相比，私人停车位的价格其实比较优惠，停好车就步行前往太平云梯的游客中心。准备购票，全票100，学生80，记得带学生证。有2个售票柜台，一个现用现金，一个可以使用多元支付。也可以在 KKday 及 Klook 平台购票，但必须在前一天就完成购票，享9折优惠。接下来就直接前往太平云梯的入口走了。山单跨景观吊桥，横跨太平山与龟山间，长度281公尺，海拔约1000公尺，是全台最长、海拔最高的景观吊桥。云梯仅限单向通行，开放时间平日9点至16点30分，假日9点至17点30分，周三休园。都有观景台，但云雾缭绕，无法好好的眺望云家市区景色。景色很美，可以慢慢走走拍照。走在海拔最高吊桥上面，爬幅漫步云端，我的惧高症在这里真的是表露无遗。因为是单向通行，所以不能走回头路，带着我一直发抖的身体努力往前走。请为我的勇敢按个订阅吧，我是两手紧握手机边走边拍的。
候能见度有比较好，已经可以看到对面山上的饭店。山的最后几弯也清晰可见。太平云梯出口后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挑战200多个阶梯往上走到美丽的云之南道，另一条则是往下漫步走回太平云梯游客中心停车场。我们选择云之南道，云之南道衔接了太平云梯与孝子路步道，步道上共设有3座凉亭，从指标处到达第一个凉亭会有一段上升陡坡，共268阶阶梯，耗时约10分钟。抵达凉亭后能够俯瞰云家平原，一览太平村落风光，收获茶海与鹿林景致。如果云雾缭绕，也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。全长约1.5公里的云之南道，高低落差约80公尺，步道沿着山腰蜿蜒而上，梦幻的茶园景色即将映入眼帘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弯曲的山路及云梯也要到此一游的原因。接下来就是最美丽的茶园景色。下坡路我觉得更美，
就结束了美丽的云之南道了。所有的旅人不约而同的都在这里停留了，一定要小憩片刻。来一杯美味的野生爱玉，真的好好吃哟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吃完了爱玉就要前往太平老街走走。瓜妹是老街最多人排队的店家，主要贩售冷饮及茶叶蛋及卤豆干，但当天卤豆干已经售罄，我们买了最热门的冬瓜柠檬，还有茶叶蛋，真的超好吃，有原味及辣味两种口味。到了午餐用餐时间，我们买了一份
好吃，这个午餐吃得好满足。吃饱喝足后，又回老街走走，准备下山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嘉义停留这么久的时间，我真的蛮喜欢嘉义这个地方。我的恩师告诉我，太平再上去的碧湖也很美，下次一定要再来这个地方走走，然后多走点路，有益身体健康。来老街消费，振兴台湾经济。南部的农产品价格真的好优惠，看到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农产品，我都想移居南部了。我们太平云梯及太平老街的行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地方，赶快安排时间来这里走走。先预祝你有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。我这灰白的天空真的很落漆，但还是不减我对这个地方的喜欢。36弯也比想象的不那么晕，真的大大推荐太平云梯、云镇南道、太平老街。一趟36弯满足三个愿望，回到眉山市区还可以顺游知性的梅子公关工厂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，希望您能订阅这个频道，非常谢谢您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了。